台风豪雨来时怎么办？不怕不怕，提醒您要准备水、干粮和手电筒哦。记得关门窗、贴胶带、堆沙包，随时注意台风豪雨动态。大雨来时，随时了解淹水讯息。56警戒发布时，配合疏散避难或自行前往避难所。如要紧急救援，请拨打119。没事，请待在家里，注意警戒讯息，不要前往危险地区，做好准备，安心加倍。